河南信阳陆军学院的图书馆很干净，很敞亮，有阅读灯，一排一排的。但阅读灯对面是女生，眼睛很好看的女生。我就埋头看着包着黄色牛皮纸书皮的茶台夫人情人原文，偶尔抬头看见对面女生微微低垂的好看的眼睛和光滑的黑色的头发，以及头发向两侧分开，中间白白的发髻。哎呀，美好啊！那是我第二次通篇仔细沉浸式阅读茶台夫人的情人